陈伟霆和穗好事将近。港媒报身边人透露，两人爱的甜蜜已见家长。陈伟霆跟名模何穗自八月份被拍到一起约会后，关于恋爱的消息就一直甚嚣尘上。虽然绯闻盛传，但双方一直避而不谈。近日，港媒又再次爆料称，身边知情人透露，两人爱的甜蜜已经见过家长了。而关于陈伟霆不公开承认的原因，港媒称是想要顾虑粉丝的感受。尽管如此，但两人的情谊不受影响，粉丝似乎也察觉出了一些细节。有粉丝称，陈伟霆突然开始养猫，可能也跟何穗有关，因为他就是知名的猫奴，而陈伟霆去年六月份养了猫，巧的是他当时也推出了一个陈小铁肖像的品牌系列，照片中的男女轮廓还被指很像陈伟霆跟何穗。不过两人始终交集比较少，所以当被拍到一起健身约会后，网友都感到非常意外。加之何穗曾经有过一段闪婚闪离的经历，因此粉丝一直十分抗拒两人的绯闻。陈伟霆36岁了，而何穗32岁，两人也到了适婚年龄。尽管现在双方都不回应，还没有官宣，不过据身边人透露，他们爱的甜蜜已见过双方家长，或有开花结果的可能。